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有这个机会来到咱台湾教会，甲大家做伙敬拜上帝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今早起要甲各位三个来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得救、得胜、得荣耀。圣经有甲咱讲。当咱一信耶稣，决志信耶稣，迄时阵，咱就得救，信就得救。咱是因为靠着上帝恩典，靠着咱的相信来得救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安尼讲，就是恁若用嘴认耶稣做主。用心信上帝，可以对世人中起来就会得救。因为人用心信，地高得着伊；用嘴来真，地高得着救。因为既然求救主名的人，便得着救。但是咱对得救从阮开始，一直到主耶稣第二遍要过来，咱活在这个世间，咱会拄到侪侪生活上的困难、烦难，也是试探。在这段时间，咱就要假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咱要得胜什么呢？咱来得胜这个世间的引诱，得胜世间的试探，得胜咱济济患难，所以咱叫伊做得胜。最后，当主耶稣过来的时阵，咱的肉体得到救赎，叫做得到荣耀。将来在上帝面前会当得到荣耀，所以当咱今仔日，咱还阁活在这个世间的时，虽然咱已经信主，已经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但是咱同款会面对世间济济引诱、试探、甲苦难。咱就要靠着信心，成做一个得胜、赢过一切的基督徒。所以今仔保罗先生在罗马书，咱所读的经文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咱就要成做一个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咱要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仔日的重点，咱要提的。得胜这个主题，有关得救的部分，咱用短短时间来给复习一遍。咱先来想，什么叫做得救？在希腊文的圣经记载讲，得救就是讲咱无得灭亡，反等得到永生。咱来做，得到赦免；咱来病，得到医治；咱来问题，得到了解决。咱伫基督耶稣内面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继续来思想，咱是靠着什么来得救？保罗先生一直一无所思。第二章的第八节跟咱讲，因为恁对着恩典来得着救，是对着神，这也不是出自恁本身，是上帝所赏赐的。原来咱得救是上帝恩典，是上帝的拣选，上帝在万百姓的中间。竞选咱
呼召咱吃做伊的儿子。咱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咱罪人的罪，成就了一切的救恩。咱因为信，才来称作义，因信来称义，因名呢，才来得着救。咱继续来想，咱每一个人得到这个救恩以后，在咱身上有得到什么款的帮助，什么款的好处？第一，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救主。圣经有记载过，除了伊以外，无拯救，因为是全宇宙天顶地下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除了伊以外，无数其他的名会当通过伊来得救。虽然看伊主耶稣第一面来这个世间，伊道成肉体，用伊家己的性命、甲伊的宝血，来洗清咱每一个人的罪，做挽回者，做咱重保，互咱会当重新来甲上帝有好好的关系。伫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章记载过，独独咱若行伫光明，亲像伊点伫光明，就咱三角交配，也伊个囝耶稣伊是血，洗除咱拢总的罪。伫这个所在，讲到耶稣的宝血，洗除了咱拢总的罪。咱再来看伫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节。保罗也甲人讲，已经将十字架的血来成就和平，就对伊和万行有甲伊本身搁再和好，也是地上的，也是伫天顶，拢是对伊。保罗伫这个所在甲人讲，耶稣基督已经流出伊的宝血，就会当和万民。甲伊家己和好，互咱重新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咱知影圣经有甲咱讲，咱人类自从犯罪以后，因为这个罪的缘故，互咱甲上帝中间有这个隔离。其他是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通过最后所基督的宝血。是一个定的救赎，咱的罪会当得到赦免，会当重新甲天顶的父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所以当咱信耶稣以后，第一，咱得到新款的帮助，就是咱得到主耶稣做咱的救主，伊洗净咱的罪，互咱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第二，耶稣为着咱所受的鞭挞，予咱得到医治。伫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安尼讲，讲一直查理亲身来担当咱的罪，伫伊的身躯，予咱唔做迄面死的人，为困伊这面来活。对伊的伤痕，咱得到医好。彼得伫这个所在甲咱讲，因为耶稣基督伊所受的伤痕、鞭挞，予咱得到医好。第三，咱不但得到医好，耶稣所受的刑罚，予咱得到平安。咱得到。内心的平安，出入的平安，上帝所赏赐大大的平安，耶稣家己的平安，出人意外
的平安。先知以赛亚又讲，讲那是伊为着咱的罪过过世来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来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到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到医好。所以咱看见耶稣伊受的刑罚，咱得到了什么？得到平安。主耶稣伫要上天前，甲门徒讲：“我要用平安留伫乎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赏赐恁。我所赐的，毋是亲像世间人所乎恁的。恁的心无伫逼迫，也无伫惊讶。所以咱的罪得到赦免。”咱的病得到医好，咱的内心会当得到平安。第四项，主耶稣为咱定的十字架顶，除去了咱一切的咒诅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安尼讲：基督已经赎回咱。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，因为伊为着咱加做咒诅，因为有记载过，既然掉的、查理的，拢是受咒诅的。保罗在这个所在讲，主要说替咱世间人受了什么，是受了咒诅。咱每一个人。对始祖、始祖亚当所带来的咒诅，包括这个土地，因为亚当犯罪以后，受到亚华上帝的咒诅，也是因为咱家己犯罪所带来的咒诅，也是有可能咱予别人。陷害的咒诅，也是因为各种无好的物临到咱的身上，咱拢免惊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咱受了咒诅，感谢主，咱无阁有受到律法的咒诅、祖先的咒诅，也是任何的咒诅。临到咱的身上。第五项，主要说为咱定时一个，予咱的性命会当正做圣洁，无瑕疵，会当无通执笔来到上帝面前。这点非常的重要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安尼讲。各人平素伫歹的所行，甲上帝来计量，心内做对立。家己因肉体的身躯对伊的死，已经予恁搁好好，要予恁食的点食剩，无下足，无通嫌，点伫伊的面前。圣经嘛，甲咱讲，耶和华上帝甲以色列百姓讲，讲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，恁要家己圣来遮圣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咱知上帝是圣洁的，咱人若是无圣洁，就无法度来甲上帝面前来亲近上帝。若是安尼，咱要怎样才好？感谢主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咱的罪，予咱吃做圣洁，无瑕疵，无通执笔，咱一旦来到上帝面前来调见上帝。所以，当咱每一遍来到教会，来到主的面前的时，咱来敬拜主会，咱唔通带着。
啊，搁有即个服定罪的即种心，来感觉家己亲像，啊，搁有真济的罪无洗清。当咱每一面来到教会，来到上帝面前，主，上帝甲咱讲，你已经圣洁，咱已经圣洁，因为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咱已经罪受洗清。接下来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主题：得胜。圣经甲咱讲，咱就要做一位得胜的基督徒。什么叫做得胜？在英文的圣经是 overcome。overcome 的意思就是克服，还是赢过的意思。咱伫头前有讲，因为咱信耶稣，咱已经得救，咱称作义，会当得到永生，将来会当入去天堂，住伫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城。咱来思想，咱要怎样才会当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圣经甲咱讲，当咱信主以后，咱需要学习来克服，来赢过最侪世间的试探、引诱。所以主要说，对咱信主以后，一直到主要说要过来的这段时间，时时刻刻通过圣灵的帮助，来帮助咱来得胜。得胜是什么？得胜甲赢过咱的情欲、情欲，咱的自我、咱肉体的私欲，以及世间各种的引诱甲试探、苦难等等，来成做一个靠主来得胜的基督徒。也就是讲，主要说现在咱已经信主得救，一直到未来主要说过来的一段时间，主要说要帮助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来赢过肉体的试探，来脱离咱的私欲，脱离咱的旧的我，赢过世间一切败坏甲患难，来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所以咱来想，有一天当主耶稣过来的时阵，一直到永远，如果咱若是伫这个世间活的时间，咱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将来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来得到荣耀，咱会得到济济上帝所赏赐咱的奖品、的冠冕。反倒转，咱若是伫世间的时，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是一个无休无宁的基督徒，将来咱去到天顶，咱会无所在通躲避，会予主来遮蔽，别人得到荣耀，咱予主来遮蔽。所以耶稣基督过去拯救咱，咱因为靠着神，以及是一个救恩，咱得救。对信主迄天开始，甲主过来的一段时间，主耶稣要帮助咱，通过圣灵的帮助，来赢过世间一切的试探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等有一天主耶稣过来的时阵，咱会得到一个格外的身躯，主耶稣基督给咱荣耀的身躯，甲主同格外，予咱会当进入新天新地，来得到荣耀。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真重要的，咱来思考的。
咱不但得救，咱来得胜，最后咱一定着荣耀。所以咱继续来看，咱得胜，咱得救，咱得着荣耀。咱来看保罗先生，伊安怎讲伊家己信主，信主以后，伊家己的体验。保罗先生讲，伫罗马书，伊讲，因为我知，伫我保罗的内面，就是伫我肉体内面，无好的。因为轮到迄个意外，我就有；行迄个好，我就无。因为我保罗说意外好，我无要去行；我说唔爱歹，反转去行。所以保罗先生伫罗马书，伊家己的反省，予咱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来思考。保罗这个所在讲讲，在我的肉体内面无好的地，何何本的圣经翻译作无有良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唔通过分来体贴咱的肉体，因为保罗先生有甲咱讲，咱的肉体是无有良心。请问咱的肉体是什么？是叫咱软弱，叫咱犯罪，叫咱贪心，叫咱骄傲，叫咱嫉妒，叫咱敏感，叫咱贪财，叫咱发脾气，最后叫咱离开上帝。这是每一人的肉体，肉体的事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安尼讲。论到肉体的私欲是甚物，保罗讲就是亲像奸淫、误会、邪念、拜偶像、邪术、结冤仇、怨恨、生气、嫉妒。捆绑、异端、妄道、酒醉、放荡。保罗讲，在我的内面，在我肉体内面，无有良心。因为我说意外的好，我无要去行；我说唔爱的歹，反转去行。请问各位亲爱的兄弟？这是不是咱每一个人，包括你甲我，有这种的情形，有这种的状况？那是安尼，咱要怎样才好？咱活在这个世间，咱要怎样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感谢主。保罗在今仔咱所读的经文《罗马书》第八章安尼讲，反转伫遮个隆重的事。咱对疼咱的主，咱得胜到有存，咱是得胜到有存。咱三个的思想，主要说体贴咱的软弱，所以主要说因为疼咱每一个人，伊想出咱几项的物件，帮助咱来赢过，来得胜到有存。主要说，修主咱每一人有几项的礼物。第一项，当咱信耶稣的时阵，信心点在咱的心。第一项的礼物，信心。信心进入到咱的心内。当咱有时阵想要发脾气。还是想要讲白话的时阵，有要欺骗别人的时阵，请问
在咱的心内有一个新款的声音，有一个细细的声音来提醒咱，咱都要认真，咱都要看淡。但是有时阵，咱的自我无去注意到。最后说甲咱讲，当信心来，就是要叫世间人为着罪、为着义、为着审判，家己责备家己。所以最后说，予咱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件的礼物，就是信心点在咱的心内。主耶稣伊也知影，信心虽然点在咱的心内，但是作用无一定真大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志，这是耶和华予咱每一个人有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。所以咱常常有看到真侪基督徒，伊心内甲保罗先生共款，好诶，伊无要去做；歹诶，伊反倒要去做。常常互信任担忧。保罗讲，咱若是照信心来活，伊加拉太书第五章继续勉励咱。咱若是照信心来活，咱就应该照信心来行。咱来照信心来行。当主耶稣对四个话，九天以前，甲门徒做伙，甲因讲，毋通离开耶路撒冷。就天后天父所应允，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。因为约翰是用水行洗的，独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灵受洗。独独圣灵临到的时，恁免得着能力。感谢主，后来咱伫四道行传看见伫五旬节，迄一天，彼得甲门徒因做伙祈祷的时阵，圣灵充满伫因中间，彼得好大站起来，勇敢为主做见证，迄日受洗礼有3000。所以咱看见信心，当信心充满伫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阵，会带来予伊大大的能力。最后说，想想咱每一个基督徒第二项的内面，就是圣经。圣经是记载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亲像一面镜，照进了咱每一个人的心。上帝的话赐予咱力量。圣经讲：“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内，免得我来得罪你。你的话是要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”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里，直到永远。最后所讲，天甲地要废无，但是我的话未废无，要存到永远。所以最后所想出咱每一个基督徒一本圣经上。咱每一个基督徒，咱都爱需要每一日来通过读圣经，记了上帝话，来明白上帝旨意，将上帝话藏在咱的心内。
诗人伫诗篇第一篇讲，每日三思耶和华的律法的，祝福人有福气。第三，主耶稣给咱的赏赐的礼物，就是教会。主耶稣赏赐咱基督徒教会，给咱通过教会彼此学习，来怎样听上帝、听人。通过教会，咱伫遮敬拜上帝；通过主日的敬拜来听上帝话；通过圣经中的教示；通过小组；通过团结来学习，彼此来帮助彼此相听。伫这个听的大家庭，这个教会内面，互相帮助，信徒用主耶稣的听来彼此鼓励，互相宽勉。所以咱来看主耶稣听咱帮助咱过德行的基督徒，第一项就是信任，修属信任来帮助咱；第二，圣经；第三，教会。第四项，主耶稣会听，不如甲咱讲，自罪会隔断咱甲基督的听，也是患难，也是困苦，也是困窘，也是鸟窝，也是烫目测，也是危险，也是来到。反正伫遮个隆重的事，咱靠着对疼咱的主得胜到不错。自罪会隔断咱甲基督的听，无因为上帝的听。咱继续来看保罗，伊伫哥罗西书第三章讲，咱爱靠圣灵，所以恁就爱打死咱地面上的肉体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的心情、歹的私欲、甲贪心，就是拜偶像。保罗在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什么是叫做顺探肉体，肉体来活。因为咱的肉体都只有讲话，保罗先生伊嘛是安尼感觉，就是伊肉体内面无良心，所以咱肉体就爱靠着什么来活？爱靠着信仰来活，让咱的肉体除去咱的私欲，咱来靠着信仰来过咱属灵的生活。咱继续过来思考，当咱有这几项的礼物以后，包括圣灵、圣经、教会、主的听，咱要怎样来面对上帝的话？圣经跟咱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要认真来查考上帝的话，来实行上帝的话，来活出上帝的话，甲价值观。在雅各书，伊甲咱讲，若是人自行伫迄个交传的律法，就是予人自由，久久踮伫迄个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予人伫伊所行的事，要有福气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姐妹，请问，咱是伫听道理以后，咱就来得到上帝福气，还是咱行道理以后，才来得到上帝福气？哪个甲人讲？讲我的兄弟啊，人讲有信，那是无行为，有啥物利益？
这个信心会救你。可见这个信心甲伊的行为是平平来进行，佮信心因为行为来得到完全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常常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讲我信主久久，但是奈无得到主的福气。同款，甲无信主的人会拄到患难、破病、不如意的事。今仔日对雅各书，把咱学习到，原来咱只有信心，咱还无够，咱要爱行出来，咱来行出上帝的道，咱需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来赢过世间每一日在咱心中的试探甲引诱。咱需要靠主来得胜，加做一位得胜的基督徒。最后，咱来想，咱要怎样来行上帝道？咱要安怎行出？伫圣经讲，若是要不断行上帝道，爱不断来行上帝道，来操练建立咱好的习惯，就是咱常常来讲的。咱一个门徒的训练，也是咱属灵信仰的成长。保罗伫这个所在，罗马书十二章，勉励咱，咱如何来过一个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咱就唔通和这个歹来打赢，咱就用好来打赢歹。虽然保罗讲，好的我无要去行，因为肉体的关系。但是保罗佫甲咱勉励，咱来靠着圣灵帮助咱。当咱有一种好的无要去行的念头的时阵，咱就爱谦卑，靠着圣灵帮助咱。有好的，有帮助别人、利别人的，咱就勇敢来去行。这是主的教导。虽然做起来不是很简单，因为世间的价值观、世间的环境，让咱会受到影响。但是咱爱照主的话，咱爱照主，让咱的信心，咱一步一步重新来学习，咱要怎样打赢咱肉体的需要。咱要怎样靠着圣灵来帮助咱，咱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？保罗甲咱讲，反正一切的隆重的事，对疼咱的主已经得胜到无处。最后，主要是甲咱讲，当伊搁再来的时阵，什么时阵唔知，伊家己嘛唔知。只有悲伤的知，所以咱活在世间的时阵，都爱亲像主耶稣伫福音书甲咱讲，咱来警醒，咱来贪好，陪伴咱的心。主耶稣什么时阵要来，咱不知，但是当伊过来的时阵，咱会得到赏赐，咱得到应邀。这是主甲咱的应允，将来咱的心。将来拢会变作荣耀的身躯。当保罗咧传福音的时阵，来到哥伦多教会，就有人问保罗讲：“讲保罗先生，你讲咱人会搁活，主有搁活，我嘛是会搁活。搁活以后，咱的身躯变作什么？咱是什么款的状态？”所以咱若有时间，咱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五章，讲到主的复活，咱基督徒以后的复活。伫这个所在，保罗先生讲：“我今仔是用一件奥妙的事甲恁讲，咱无要拢困，
就是咱拢无要过死啊，乃是拢要变化，咱要变化。当这个号角弹的时阵，死人就要过关，变作未休耐，咱也要变化，因为这个会休耐的的确就变作未休耐。这个会死的变作会死，然后因为咱的世间咱听主，所以当主耶稣迄天来的时阵，咱会得到上帝的赏赐，得到上帝的冠冕。圣经嘛甲咱讲，咱每一个人的确要显明的耶稣基督的宝座前。叫人一生所行的代志，也是好，也是歹，拢爱得到审判甲赏赐。所以，当咱伫这个世间，咱会用叫做得胜的基督徒，咱将来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赏赐，或者称作好个尽忠的落魄仆人，会当一摆甲主耶稣享受主人的快乐，咱会当伫新天新地享受生命树的果子。等咱得胜了，咱会当得到生命性命的冠冕。所以圣经甲咱讲。迄、那个忍受试探的人，就是咱活在这个世间，咱共款会拄到济济试探。主要所讲，咱信主以后，咱共款会拄到济济试探、苦难。但是主要所甲咱应允讲，伊的稳定够咱用，做稳定。满满有够难用，所以咱就要有一个愿望，有一个愿望，咱将来会得到主的赏赐，得胜来得到荣耀。所以今仔日对咱所读的经文，咱得到了真宝贵的信息，就是当咱悔改认罪。彼时阵开始接受主耶稣做咱的救主，咱已经得救，咱信来得救。咱对得救以后，到将来主耶稣要过来的一段时间，咱都爱靠着主耶稣，靠着圣灵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等将来主过来的时阵，咱会当得荣耀，愿圣神帮助咱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得救的兄弟姊妹，在咱还阁活在这个世间的日子，咱拢会当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将来会当得荣耀。咱三个来祈祷。